可以。来，拍吗？这个不是帐篷，这个是房子，这也很好。特朗普庄园应该在左边。对，这个看我们看他们抄路，你肯定进不去，你只能在外面拍，你知道吗？自拍一张，你知道吧？自拍走就可以，你知道吧？过来就是要自拍一张的。他那个是私人俱乐部。哇，这个景色真的好啊！中南 City Palm Beach。Palm City 全部都是中南树，然后那个花草树木都是经过人工修饰过的。哇操，这个要花多少成本？那个哇，进不去。对，它就是这里进不去。哦，不是这条路，还允许你在这边走进去已经不错了。然后你看那个花的那个洞，我要看看怎么样进去那个旁边看，这就在上面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这边，它就在这边，右边，现在在右边。嗯。这边，看到吗 ？In 2/10 of a mile。这边的房子应该蛮贵的，房子也没有很贵，好像他说平均价就37万。应该小房子吧，你知道吧？嗯哼。三十万在这边如果买房子很好，低一点。听到没？买房子度假，不知道有没有apartment。先关了。